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疫情下如何看普通病。疫情期间如何看普通病，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不能因为疫情就没有病了。安省电话医疗网络近日推出一个在线看病的网站，患者可以在家通过打电话或者视频连线与医生对话看病，有安省健康卡，就是 OHIP 卡的免费。在线看病上网登记时，你需要填写电话、电邮、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和健康卡的号码。网上有一个实时统计，让你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够与医生通话。这个网站还可以把医生处方发到药房，第二天即可送到你家。这个网站也可以帮你预约专科医生。目前此网站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周六和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这个网站刚刚成立不久，看起来不错，大家可以试试。下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疫情期间我为了避免接触其他病人看医生的方法。我的家庭医生诊所距离我家比较远，大约要开20分钟的车，而且每次看病都需要至少等1个小时，这样在病人多的环境下免不了会产生一些感染，我就想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我的方法是，第一，在网上搜索离我比较近的免约诊所，就是 walk-in clinic。 第二，打电话给前台小姐说明要看一个医生，如果那个医生在值班，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在最近的疫情情况下，一般都改为医生在电话上面看病，前台小姐会为你安排一个你所需要的医生，如果你希望会讲中文的医生，他们也会替你安排。第三，医生给你看完病后会把你的处方传真到某一个离你很近的药店，你自己去取药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方便取药，可以让药店将药送到你的家里。我使用了这个方法，比我去家庭医生诊所看病节省了大量的等候时间，也大大的避免了与其他人接触感染冠状肺炎的机会。一些小留学生或者是他们的家长在微信上问我如何找医生看病开药，我把我的经验介绍给了他们，大家不妨也去试一试。